Hello， 同志们，大家好啊！我是鱼儿羊，一如往常的来市场帮大家淘鸡。今天白色的8P256到了一批成色特别棒，但是今天的订单呢，客户要黑色的，所以没办法，只能去挑黑色的了。这台黑色的就是我帮客户挑出来一台外观成色特别棒的99新冲新机的成色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底下还贴着香港的标呢。这也是本期视频我要跟大家介绍的一个挑机的小诀窍啊。像这种贴着香港标的机，基本上很少很少出问题。因为像贴着这种标的呢，基本都是香港那边的桶货过来的，那这台机呢就是没有拆过的。像 8P 的这种机型呢，基本上电池都80多，所以大家只要挑外观就好了。客户呢让我帮他换个电池，然后最后换好了一块100的电池。这台机是帮石家庄老乡安排。这台 XS Max 美版 256G 99新冲新机的成色啊，电池效率还有 99%， 极品成色的亮机，是我帮这个浙江宁波的卢先生采购的。给大家看一下成色吧，边角没有磕碰磨损和划痕，也是挑半天挑出来的。说到这里，很多小杠精肯定又跳出来不服了，这个18年的机型了，怎么还有成色这么好的？怎么电池还有99这么高的？大家注意啊，不是有没有的问题，而是概率的问题。新到货的几百台机里面，怎么也能挑出来几台这种成色的。帮新疆的粉丝朋友淘一台11 Pro 512G 啊，港行冲新机的成色，这台电池效率还有100。本来这个粉丝朋友呢是想要这个暗夜绿色的，但是暗夜绿色没有这么好成色的，正好今天到了一台黑色的，就拿的黑色的。然后这台 XR128G 美版95新亮机成色的标准吧，帮这个河北的粉丝朋友淘的。最近 XR 的话市场行情有点涨价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。